静静，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嗯，真聪明。来，奖励一个蓝莓，给。啊！咋不吃了？开玩笑的，不疼。我是假装的，一点也不疼。不行，你咬一下，咬手指头。你看不疼吧？一点也不疼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娃娃拿过来。拿呀，就是沙发上那个。哎，给我吧。嗯，好看，别抢。你把这个玩具送给我，我就不疼了。